因为有的是好的，它就是穿鞋挤，它能挤的磨的哈，磨没了。我这它香我。嗯。没指甲。其实我也甲沟炎，但是我害怕。害怕疼吗？对呀，这疼的这个神经比别人都敏感，这是疼的神经。哎，问你闺女修的时候有没有感觉？哎呀，我就再操一道，嗯，他给我弄过，我都没就这一道下去，我搞我跪姐我不能，我疼死我了，都跟那个凳子上都绷起来了，不行。哎呀，我就操，我就害怕。他那儿好多从那儿过来的，他们都说在那边太遭罪了。对呀，这我说哎呀，我天，这一道下去，你那血呀，怎么着？我说你快撒了，我说不能，我太吓人了。修这个不是为了说一刀下来，他们有的就想着我操一刀是吧，打的操一刀的名是吧，我就得一刀下去，技术好。他说他给我弄到那样，他说我哎，要不我打电话叫安师傅过来。哎，我说你快来了吧，我说都你这样，你这样我都服了。我说那师傅也够不到哪去，我说我不能了。我就走了，我再受不了，吓死个人了，简直！一不是那个狠呐，就是拿刀蹭一下到底，我的个妈呀！哎呦我疼，嗷一声跟那个刀上蹦起来，我说啥了啥了，我说我不能，我不管叫谁来，我说我也不能，哎我妈，有好多就是在那儿遭过罪以后，再换地儿都不敢相信了。哎，我就不害怕，我一拿下这个刀，哎呀，我身上都烂着。他那儿这种修法都给你赶得上去医院拔甲了都。啊，我说你，我说都在这事儿，我说不打麻药一人还能受了。对呀、啊。他说打麻药。我们也不打麻药，因为这个是个技术活儿，你得有基础。我就是说呀，哎呀，不然他不行，哎呀，咋？一出错这个事儿都就。你得有基础，完事儿手上这个劲儿你能控制好。没事儿，等你整不了了，下次给你整，不会疼的。我们就比那孩子这个重的多的是的那种，一个脚趾头肿两三个的那种都多的是。啊、我看你家，你在这绣的哈，看着样是不疼，但是，哎呀，我怎么觉得我自己接受不了？你是看我们的快手还是抖音？抖音，你看我这个指甲，我这大拇指还变颜色呢。是，嗯，穿鞋也尽量穿宽松点的，不要穿太窄的。我都穿大头鞋，我都对，看见几脚的鞋，我还害怕，我只有两个脚趾头都是，那这个也，但是现在不疼了。嗯。现在不疼，所以我就一直，我疼了。嗯哼。喉咙也想疼不疼呀？一点点。不是扎的那种肉，过来那种肉疼。对。这次跟你说的第三滴这个有。你扎的，扎的深了呀，他肯定会呀。对呀、啊。我早就我就从我那会儿是怎么在封在厂区里，刚疫情那会儿封在厂区。嗯。成天走累的了嘛，八个脚趾头肿的老大。嗯。哎，我就没有办法，就是我下班道上就有个草一道。嗯。就在也是在黄河路上，在那个华明县海湾那儿。嗯。我就进去了，这道，哎呦天！
然后就记住了他。记住了，我再从此以后，哎呀，回家我不能，我完全受不了这么疼。哎呀，我回家，我从这家。所以我们平时也发呀，我们平时也发抖音、发快手，都开原声，要不然好多人都以为超级疼。你疼的时候修也肯定疼啊，因为你疼的时候，我等一下看你里边有没有指甲。你要是说最近刚剪了，就是没有啥的话，也不用修。也挺深，这两边。